主席大家好，麻烦请部长。这边也早。部长好，部长，文化部国定古迹审议委员会昨天做出台北机场全区保留，其实几乎保留了，因为还是有小部分，这个大概88%保留嘛，哈。那我想，这个包括关心的委员都非常高兴，包括管碧玲委员，那包括本席哈。那么我们这个多次质询，那么本席也在这个12号开过公听会，是啊。那也希望说全区保留，所以我们昨天很高兴。不过今天听闻说，交这个台铁局还要诉愿啊，甚至诉讼啊，哈。那我们很害怕说，我们是不是只高兴一个晚上？应该，我想，我们跟那个交通部一直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管道。那么昨天到看了，那今天在立法院，那今天这个之后啊，我会跟交通部陈部长啊，我会去找他见面。我们是不是部长？你积极跟交通部协调，尽量不要再我们不要再诉愿诉讼了，因为是委员几乎全数这个同意嘛，哈，共识，而且社会有极高的共识，社会上有这么大的，立法院努力这么久啊，那这个我们认为说，部长你上任能够让这件事情全区保留啊，这个真的达到大家的这个心愿，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昨天我在脸书特别称赞文化部，我第一次。在脸书上面感到非常的激动，跃动哈，这个非常兴奋的哈。谢谢。那我希望说这个事情不要再变化哈。对。但是我现在要进一步请教部长，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保留，对，社会对他有个愿景，是要成立一个国家级的交通博物馆嘛？这是不是也是文化部的愿景？对，这个也同样是我们文化部的愿景。好，这个文化部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那我现在请教部长，何谓国家级？你的认知是什么？我基本上的认知说，第一个它是必须要有一个国家级的管理的单位啊。那么这个单位呢，这个单位是什么？成立一个独立的，现在重点在这里成立一个独立的博物馆，一个独立博物馆。但是你这个组织定位要更清楚啊，因为我很担心说有些博物馆委外经营，或者是有些是地方政府啊来主管等等哈，这都不是我们所谓国家级。国家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最高的组织定位。那么你觉得它的组织定位是什么？它的隶属的一个主管机关又会是谁？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它的组织定位能够在文化部。组织定位在文化部。文化部，那文化部把它当成这个我在公听会里面呢、啊，哈。十二公听会我们有提出一个方案呢、啊，哈。是。这个你们要来思考看看呢、啊。我是认为是不是有可能让它成为一个行政法人？这样的一个组织，让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嘛，哈。对。但是它还是要有个隶属的主管单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文化部啦，啊，那一种是这个交通部啦。但怎么样都不会是台铁局啦，因为台铁它现在很担心嘛，它要负责交通运输安全，它没有人力、没有经费等等啊，啊，所以是不是能够由文化部或者是交通部你们去协调，协调出一个主管机关啊？那么未来我们积极的编列预算，然后让它以可能以行政法人的方式来运作，行政法人的董事会跨部会都可以参与嘛？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可不可？对，行政法人的可不可行？是也是我们现在成立一个新的机关或机构的方式一个方向，就是成型。好，所以你承诺可以回去研究。好，但这。无论如何，从现状到未来国家级博物馆，现在即刻要进行的古迹修复规划，那么让它有专业发展，这都是文化部跑不掉的责任，对不对？对，这个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好，责无旁贷是。那我现在请教你，那预算呢？从哪里来？预算我们希望说，在一个当然我们要去跟那个这个我们主机总处啊去协调去争取。那么另外那事实上呢，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我们正在拟一个把古迹啊作为重大公共建设，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东西啊放到我们公共建设的这个有五年未来五年计划这个方向啊，本席非常赞成。我觉得部长你在这个大方向的决定也蛮不错的。好，我是认为说所谓的重大公共工程计划哈，公共建设计划不是永远就是新盖场馆，对对，对不对？对，其实包括像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事实上它应该要提升到这样的一个位阶嘛。对，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台中歌剧院完工了哈，北高音乐中心也开始动工了嘛。对，啊，都动工了。那接下来我们空出来的重大公共建设的这个预算的这个额度。我是认为应该要大量的投资在文资，你赞不赞成？对，我赞成。
啊，我赞成嘛我赞成？那我们是不是就我也是朝这个方向就从这个我们台北机场的国家级的交通博物馆开始来做？对，可以哈。对，我现在这个什么时候就可以提出来？我想。我很重要的，我大概想要做几件事。第一个当然就是跟部长，我时间有限，我们这个预算，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启动？预算我们想在列入重国家的重大公共建设。按照规定的话，今年九月以前要提报，是不是？好，那我们这个会期，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概算，好不好？好的，好。啊，这个会期之内给我们一个概算哈。好，最后近期的事情，啊，我希望说文化部再去跟这个台铁局还有文化局，台北市文化局协调一下，因为我们很多民间的公民团体。很多关心的人士希望能够有导览的机会，因为他们未来可能参与规划嘛，让他们也能够亲近认识。但是我知道，因为现状不宜说不一定说完全全面的开放，所以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专属的可能的导览的梯次？好，然后请文化局承担一定的相关的行政作业协调，然后跟台铁局来进行协调，否则台铁局永远拒人于门外了。文化部能不能扮演这样的平台？对，我想我跟那个想跟我跟台北文化局，我们都协调好几次了，想跟他协调是不是可以啊，在这个过渡期间能够委托他呢做一些这个厂区的这个导览啊或者维护这方面。这个我来协调这件事情。好，没问题。最后这个部长，我们公听会就是希望说文化部能够就台北机场未来的可能的规划哈。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组成一个跨部会的小组，由文化部来主导？对。对，那最重要纳入社会参与。我们希望说能够广纳社会参与来进行，好，文化部积极来主导哈。好，再来哈，这个时间不多，我想请教部长，这个今年228前夕，当然我们也非常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台被誉为台湾拉赫曼尼诺夫的作曲家萧泰然先生哈，这个离开我们嘛，啊，那我们有无限的这样的一个追思跟怀念啊。那文化部现在的规划怎么样来纪念萧泰然老师？我们大概。在4月5号，我们在国家音乐厅啊，会有一个纪念音乐会。那另外，在国台交的这个刊物上面呢，有专题的这个专题的报道。那个之后啊，我们在后续还有一些计划，我不太记得清楚。部长，这个哈，我现在今天要跟你讨论的就是说，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作曲家啊，我们中央广播电台。被我们誉为台湾拉赫曼尼诺夫哈，对，那事实上考验我们文化部怎么看待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资产啊！我相信俄国人纪念拉赫曼尼诺夫不会只是说国家乐团演奏而已啦。所以呢，部长也不要每次我们重要的作曲家，我们就是把它交给我们文化部辖下的这个乐团演奏啊，它不是只属于文化部辖下的这样的一个意涵，它是属于国人。所共同应该要来，我们要来不断的来让他的这个音乐生命能够不断的被演奏、被传送、被演唱下来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呢，部长你来参考一下。事实上，我是觉得说，台湾不是只有这，不止萧泰然老师，包括我们，包括像姜文也啊、史维亮啊，那么甚至大家都知道台湾四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日本人早川正昭啊。他所创作哈，或者是采集汉人原住民民俗音乐许长惠，甚至包括我们之前过世的郭之苑老师，或者是现代色彩强烈的金希文等等，我举这些重要作曲家，他都是在这个实践台湾古典音乐从西方来到台湾内地化、在地化，然后融入台湾元素，让它变成台湾古典音乐重要的这个史上的大家啦。好，所以我是建议部长，你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的这个萧泰然老师。好的。所以我想，其他国家在纪念他们的作曲家，不会只是一个乐团的演奏而已啊。啊，那所以你即使要演奏，不是只有国内乐团，要想办法让国际乐团来演奏啊，想办法让学生乐团来演奏嘛，甚至举办国际性的作曲比赛啊。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出国去比赛都是去？比赛其他国家的重要的乐曲，为什么我们的乐曲不能是国际性的来被演奏呢？啊，来被比赛呢？所以我希望您扩大这样的视野啦。好，啊，来参考其他国家怎么做，它是我们共同的骄傲。好，那这里面我觉得有两点是文化部是马上可以做的，应该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个整合性的台湾古典音乐的数位平台。哦，你上网看所有重要的作曲家。他的重要演奏片段，我们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好、啊、但是呢，台湾都是片片段段，都是个人上传的。我们现在是有，但是我们把它整合起来。有，我看了你们所谓台湾音乐资讯交流平台，内容非常贫乏了。我们最重要的是说，让我们的国人上网都可以看得到，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你刚讲的方向，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好，你们可不可以整合性的台湾古典音乐平台，好好的把这样的一个概念阐释，好好的丰富它的内容。好，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国人的演奏，我们希望是不是能够国际的表演艺术节，国际级的表演艺术节。以这些为题材的一个国际级的表演艺术节，好，这两个方向，这个方，这个这两个方向，文化部能不能去，都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好，那是不是您在多少时间可以给我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一部分是萧泰仁老师，你们如何纪念计划？我们在月底前，再来是说如何把台湾古典音乐，我们重要的大家合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讲两部分了哈，萧泰仁老师的纪念，还有台湾古典音乐，我刚讲这些建议，对一个平台，你给我一个书面报告，多久可以给我？好，我在这个月底前可以。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郑委员。